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》望尽还原观第十五面第十五面第二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又准入佛境界，经云：入住无相定，见诸法极净，常入平等故，境离无所观。这是经上的一首偈子。下面大师为我们解释说，此乃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之中，更无可入也。我们就看到此地准，我们现在讲标准、准则或者是依据，它得有这么多意思什么叫入佛境界那经论上有标准，下面举经云。没有说哪一部经，那就是华严经。那因为这是讲的修华严奥旨所以不止经名呢，都是华严。经上有一首偈，这四句，这是经文。若住无相定，见诸法寂静，这两句话重要。无相定，这个名词的意思很深。什么叫无相？所有的现象都是无相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话是真的，没有相啊。你要知道一切法没有相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定到什么程度呢？不会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怎么会有分别执着？你当然全没有了。那这无相定是什么定啊？就是慧能大师见心的时候所说的第四句话所讲的：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慧能大师见到了，那见到就入了本来没有动摇，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叫什么呢？自信本定如来果地上的自信本定，谁有呢？个个人都有，没有一个没有。你现在有没有？有啊。你的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切万法假的，不是真的所以
他见诸法寂静，他看到外面的真相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寂静，相也没动。啊，相是虚妄的，相没动过。这一段事情很不好懂，说实在话，讲都不好讲，你怎么会懂？佛法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：“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”因为说不出来，说就错了。不但说不出来，你也不能想象，因为你一想呢，你就动了念头了，你也就错了。啊，不能想，不能说，事实真相呢？就在面前呐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啊。那内，我们的根深，这是法相啊。外面呢，是我们的环境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现象，这叫诸法，通通是寂静。啊，我们讲到这一桩事情啊，我常常用电影来做比喻啊，现在的人没有说是没有看过电影啊，都看过电影啊，电影荧光幕上所现的像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实际上，电影荧幕上现的像，跟佛经上讲的这个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电影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不放电影的时候，它没有，一片空白，叫长寂光。啊，电影放映的时候，它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个影像从来没有念到荧幕上，也没有把荧幕有丝毫的染污。啊，你把放映机一关，你就看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丝毫染着都没有。但是放映机放上，它能够反射能现象，这个比喻好啊，啊，很像啊，啊，自性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像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物质现象，啊，可是一动，那震动啊，那我们一按钮一动。啊，那像呢，就在荧幕上显现出来。所以显现出来，你不能说它有。机器没有打开，没有显出来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慧能大师他都见到了，本自具足，这是没显。显示出来呢？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就是宇宙，生罗万象，包括自己，一生同时都出生，叫一时顿现，灭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一时顿灭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你以为是真的？到我们死的时候，
神识离开身体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回事情？就像做梦一样。所以佛经上啊，用梦做比喻，讲的很多，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幻妄啊，幻是讲变化啊，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你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心就不会攀缘了啊，你不会执着，你不会分别，你不会起心动念了，自心本定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见到事实真相，就是入无相定，见诸法寂静，什么人啊？八地菩萨了。啊，我们修定，啊，一层一层往上面去修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51个位次，啊，修到第八地。那是多少个位次了？实性修满了，实住修满了，实行修满了，实回向修满了，52个位次，这已经修了40个位次了。再到第八地，再加八，48个位次。你看，52个阶级，它到48个。阶级这个现象出现了，知道一切诸相无相，我这有一卷电影啊，这个电影的放映电影的这个教曲幻灯片啊，在荧幕上出现的时候，它一秒钟放24张啊，你看这一张就这么大，这一张啊，一秒钟啊放24张，这24张一秒钟，我们在电荧光幕上就被它骗了，以为好像是真的了，是假的啊。啊，一张一张，张张不一样啊！它不是动的，它是静的，就像我现在搞动画片一样，你这个道理你就懂得了。它不是动的，宇宙之间没有动的东西啊！啊，它是静止的。啊，所以诸法是极静的。啊，因为它速度太快了，你把它看成好像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啊，这是电影，一秒钟啊，放映，它的速度啊，24张。啊，那我们现前这个世界，啊，我们这个六道里这个世界，一秒钟，像这样的速度，放映的速度了。放多少张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，1280兆，单位是兆啊，一秒钟，1280兆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所以你要好好修定，修到八地菩萨，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52个阶级，你要修到48个阶级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看到呢？你的速度跟他的速度相等，相平等，你就看到都没动。
好像两辆车一样，在高速公路上奔走，两个人速度相等，你比如你的车开1个小时200公里，隔壁那个车也是200公里，你认为永远在一起，你就看到了。如果速度不一样，就看不到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八地菩萨那个心地清净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他能够看到这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在移动。他看到是单张的，是极静的。张张不一样。跟电影道理是一样啊。我们要懂得事实真相啊。为什么？知道事实真相啊，你就愿意放下了。知道什么？不放下是错了。你在这个里面受的苦是冤枉苦啊。冤枉受的，你本来是很安乐啊，跟诸佛菩萨一样大自在啊，怎么现在搞得这么可怜？把事实真相全看错了。永远迷在这个错觉当中。于是我们与一切法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。错了，不是错了就完了。错了是造的恶业，恶业反射出来的果报啊！这就叫因果。错误的因带来错误的果报，那有的受的。有没有对做对了的因呢？给注释没有。你以为什么叫对呀？善就是对，善还是要受。比苦啊好受一点，苦很难受，善好受一点。不自在呀。不叫正受啊。正受是什么呢？善恶两边都没有。懂了吧？那叫正受。正受是正受是不造业了。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了。那就是正受。还有起心动念。可以做到啊，不执着不分别了。也叫正受。实际上呢，相似的正受。很低阶层的正受，不是高阶层。大乘教里面，真正高阶层的正受，华严经里面圆教菩萨了，这个圆教初住以上啊，正受了。为什么？他不起心不动念。这才叫正受。所以在十法界里面，十法界里面有佛法界，有菩萨法界，他是不是认正受？一般也称正受，但实际上讲的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还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。必须要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为什么？自信没有起心动念过。你回归自信啊。所以华严经上常讲，常说40亿为已发生大事。这是佛以方便法给我们说的。不起心不动念。
之后还有41个阶级。这41个阶级，你说是真有还是没有？啊，我们在华严经学习过程当中知道这桩事情，不能说真有，也不能说真无。啊，非有非无，又无两边都说不上。你说他没有吧？菩萨确实不起心不动念，但是无始无明的习气在啊，习气不好懂啊。啊，古无大德的比喻好，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习气。啊，古大德用酒瓶来比喻。啊，酒瓶盛酒的，把酒倒掉，倒干净。啊，用干布去擦，擦干净的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。闻闻呢，还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叫习气。有没有办法除？除不掉，怎么擦，闻起来还有味道。啊，怎样把这个习气消除呢？你放在那，不要去理它。时间久了，自然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此处用不得力了。化身菩萨修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我们是真的有东西修啊，他没有啊。他一修就坏了，一修马上就堕落了。所以，没法子修，就是不理他。啊，那要多长的时间，这习气才能够断尽？我们有个酒瓶，酒瓶盖子打开放在那个地方啊，大概有3个月，闻闻看可能就没有了啊。如果是烈酒，那可能要半年啊，酒精蒸馏半年之后呢，这可能就没有了啊，得180天呢。啊，一般的酒应该要100天呢，这回它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习气的浓淡，佛把它分为41个阶级，叫41品。啊，就是分作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酒，啊，41个等级啊。啊，习气通通没有了，这叫究竟圆满佛，那就到第52个位次啊，或者是从初住算起42个位次到42圆满啊，圆满常寂光现前啊，不住在十宝土，他住在常寂光里啊，跟自信圆满的融入了，是真如啊。啊，这个入要晓得，初住就入了，入了带习气啊，带得很浓。嗯，等觉菩萨还带习气，带得很薄。到第42个阶级没有习气了。常寂光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带什么也无所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常寂光就好像一个电影的一幕一样啊，那是常寂光啊。你带东西是一幕里面的时候，那些景观啊、影像，那个没有关系，根本就没有染污。
啊，叫没有染物，所以它叫妄想啊，幻想，它不是真的呀、啊，真的就会产生妨碍呀、啊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它没妨碍。啊，这个才叫入诸无相定。啊，见诸法寂静。啊，像看电视，你看到底片了。啊，因为底片一张一张的，从来没有动过。啊，所以一切的幻象从哪来的？从振动来的。现在科学家发现啊，叫波动。啊，现象总是从波动产生。啊，波动是从哪里来的？波动没有来处。这个你不要去找根源，它没有根源。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为什么会有一念不觉？没有理由。那个念你找不到的。要是找到了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它叫幻，叫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不必去找它，你找它是妄念。你妄念熄掉了，真相就现前。你用妄念去找这个妄虚妄相，永远找不到。这就是科学家、哲学家跟佛菩萨用的方法不一样。科学、哲学追根究底要找。啊，永远找不到。啊，前面科学家发明的定律，隔个几十年，后面科学家发现的时候，把它推翻。这是事实啊，我们知道啊，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讲他发现的东西是真理。啊，是永远不会推翻，不敢讲了。啊，可是佛可以说，永远不会推翻。啊，佛用的方法呢，跟他们的方法不一样。佛是用自性本定，用清净心去感应。啊，心地到极清净的时候，自信的智慧也通通现前，照见呐、啊，不是研究啊，不能用研究啊，研究是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东西决定不能用，用这个就错了，不用这个就对了，所以佛家讲参。参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禅宗叫参究，啊，研究经教的叫参学。参什么意思？参是不用心一时，就叫做参；用心一时，那就叫研究了，那就不是参了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心是起心动念。意是什么？意是执着，摩那是执着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分别。啊，第六意是分别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参的意思是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。哎，这叫做参。参不容易啊。那真的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是用真心呢、啊、那不是用妄心啊。
啊，你看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啊，这佛学名词啊，啊，阿赖耶识，执着是摩那识，分别是意识，心意识。啊，古大德叫什么？立心意识就叫做禅。啊，不用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就能够肯定，科学家跟哲学家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是永远找不到。为什么？他用心意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用心意识你永远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心意识是妄，外面境界说妄跟妄的时候，你永远不能了解真相。你必须用真去照妄，清清楚楚。啊，你用妄去了，永远是迷惑的，找不到的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对佛法深信不疑。啊，我们也不是不相信科学，科学的方法确实跟佛法用的方法呢不相同。它是用自信的关照，啊，绝不用这个意识的分别，它不用这个，啊，截然不同的方法，啊，所以它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啊，所以我们常讲，佛法智慧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，而且解决的非常圆满，用在现实生活上都有效。啊，没有后遗症的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世间人所讲的道德伦理。啊，伦理道德因果三足鼎立，少一个都不可以。我们凡夫这三样东西从哪里下手呢？知识没开的时候啊，你在孩童的时代啊，那么现在来讲，现在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啊，媒体的普遍啊，像电视、网络，去小孩接受这些熏陶，他分别执着提前了。现在小孩，我看四五岁，他就懂事了，他就分别执着了，他就学会自私自利了。啊，我这个年龄生长在农村，什么时候才懂事？10岁呀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10岁之前呢，真的叫天真烂漫，啊，是一个非常美满的童年生活，啊，不知道忧虑，不懂事。啊，玩耍在哪里？在大自然。啊，小朋友接队到外面去玩，没有玩具，没有东西，跟大自然为伍。啊，这个童年幸福，
没有一点点染污。啊，现在不行，现在小孩一出生眼睛就对着电视，慢慢他就学坏了，啊，就童年没有了，童年就坏了，啊，那到少年、到青年、到壮年，越染越严重，啊，完全迷失了自信，只知道自私自利，只知道贪嗔痴慢。除这个之外，他不知道什么叫道德，啊，那你就想，他造业之深，造业的重，果报现前，受不了了。啊，古大德所说的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”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体验的非常深刻啊，啊，农村那个生年呢，那个底子打得好啊，啊，所以在往后这几十年当中，啊，70年当中，啊，走遍了世界，许多国家地区没有感染到染污，这什么原因？童年那个底子厚，啊，这影响力深刻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有能力辨别是非、利害得失，还有这个能力啊！啊，一生欢喜过这种清苦的生活，就是外面人看到清苦啊。那我们自己感受呢？很幸福，很快乐啊！啊，这里头有真乐啊！啊，世间人所说的这个福报啊，有鸿福，有轻福。那这个聪明人、智慧人，他想轻福啊！啊，生活很简单。啊，很朴实，啊，心里面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啊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，没有压力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违背大自然，啊，顺着大自然。其乐融融啊！啊，现在世间人想的这个福报是财富，啊，每一天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鸿福，啊，这种福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愿意享受的，啊，这个里面。有很深的道理，啊，一般人不懂，啊，在这个大时代，朋友是乐趣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啊，这是我在很年轻，20几岁的时候。啊，22、23岁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找谁做朋友？找古人。啊，我学佛之前写了一篇文章。啊，我也给方东美先生看过，给张家大师看过。
我这文章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上有古人，对上，啊，高尚的上，啊，朋友的友，我跟谁做朋友？跟古人做朋友，快乐啊。古人在哪里？古人在书典、书籍里面。天天读古人的书，就是跟古人聊天，就是亲近古圣先贤，给他们做朋友，对自己身心有益啊。欢喜读书，欢喜跟古人做朋友，啊，一生没离开古圣先贤，学了佛之后了，读佛书，啊，读佛的经典，跟佛菩萨做朋友。啊，展开经卷，听听他们的高论。啊，这些人心地纯净纯善啊！啊，跟他们做朋友，虽然自己生活非常清苦，啊，住的什么小茅棚。啊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这个里面确实有世间人无法想象、无法形容的乐趣。你不入这个境界，你不能理解。跟你讲，讲得再清楚、再明白，你体会不到。啊，古人的比喻还说得好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啊，这水热不热？啊，我喝了一口，我说热，你不知道，必须你尝一口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要没有亲自尝到的时候，怎么跟你讲，你都体会不到。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了，常如平等故，如也就是住心啊，经常保持平等啊，啊，平是什么呢？不起波浪啊。啊，宇宙的形成是波动的现象，它没有波动，这就是平等。那什么真心？你融入了真心啊？什么人呢？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原教初诸菩萨。就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脱离十法界，就入平等了。从这之后，不再用妄心了。妄心什么？心意识。不用这个心，啊，心意识，心就是阿赖耶，就是起心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用这个心，啊，不分别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不执着了，执着是摩那识，
转八十乘四智，转变了啊，八十是妄想，四智是真心啊，把阿赖耶转变成大圆净智啊，这是形容，圆是圆满，净是像下面镜子一样照见，都照到事实真相了。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，啊，一秒钟，1280兆的生命。这个你照见了啊，所以你知道五蕴不是真的啊，五蕴色受想行识不是真的，假的啊。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跟精神，色法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啊，今天或者讲唯心唯物啊，色法是唯物，受想行识是唯心啊，心无是融合在一体啊，物质里面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里面也有物质，决定不能分开，一有一切都有，一无一切都无啊，你如果能够观察到啊，1280兆分之1秒，你能够看到事实真相，你就亲见的、亲证的了啊！你能修成这个定功，你见到他修这个定功，他见到。这不是假的，不是一个人见到的，你们这个定功相等，你看的这个境界也相等，这就不是假的了啊！不是形容里面说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，这是大家所见完全相同啊，这就不是假的了。那我们听佛经上这样说，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啊，没有功夫可不能怀疑啊，怀疑圣人的教诲，这是最大的不幸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这一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境界，你对他产生怀疑啊，所以对圣人要敬要礼。下面讲呢，敬礼无所惯啊，对圣人要敬，要有礼啊，你才能入他的境界啊，你才肯跟他学啊，你才能看出他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言谈举止。你能看到的妙处啊！啊，你听他开示，啊，听他教诲，你能够体悟入微啊！就现在这个世间，说老实话，不是没有圣贤啊！我看圣贤不少啊。为什么想学的人学不到呢？哎，不是他没教，他天天在教，天天在实现。哎，你为什么没学会呢？你心浮气躁，你没有恭敬心，你没有礼貌，所以你看不到。啊，如果你一切恭敬，
对待一切都有理数。你慢慢就体会到了，就见到了，就听到了。诸佛如来、大阿罗汉给诸事，从来没有离开人间，在哪里？就在我们周边啊，做种种事情啊，怎么样也没法把你提醒。啊，都是心浮气躁啊。问题在自己这边呢，不在外面呢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是真理。啊，我学不会，听不明，原因在哪里？在我自己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心浮气躁。你不能把心定下来。啊，印光大师教人教得好啊，沉静，这两个字，一分沉静，你就得一分利益，那就是你能看到一分；两分沉静呢，你能看到两分；十分沉静，你能看到十分，不在外。老师教学，大慈大悲，他是平等的，他对待哪个人都一样的，绝对没有分别啊，没有高下好歹的分别，没有啊。学生所得的利益不一样，什么原因？你要细心观察，这个学生对老师的成绩不一样。所以学生同在一堂上课，得的不相同啊。那个十分沉静的，一接触一听开智慧，一闻千悟啊，一了百了啊。啊，这什么道理？自信清净心啊，自自然然感应自信里面的本具的离体，他去感应到叫啊啊，心浮气躁，你用妄心，妄心跟真心不相应。真心流出来的，老师表演出来的，讲出来的，你的体会全错了。我们讲说误会了啊！《开经记》上讲的是“愿解如来真实义”，我们有这个愿望啊。你怎么样呢？你用的是妄心，去解了如来真实义，你把这意思解错了。啊，听见想错了，想歪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今天说的这个东西，怪自己还是怪别人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一生，能不能成就，那跟谁种的？母亲种的。啊，扎根的要教育从哪来的呢？母亲怀孕的时候，这胎教啊！啊，不管现在做母亲的人懂不懂胎教，
总而言之，在怀胎的时候，母亲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影响胎儿。啊，所以胎教说啊，你是正面的影响。啊，否则的话说负面影响，都在教啊，不过就教好教坏就是了。啊，会教的教好了，啊，成圣成贤了，啊，不会教的教坏了，都在教。啊，人到这个世间来就受教育。啊，那么现在普遍的教育谁在教呢？电视在教，网络在教，这最普遍的，啊，影响最深的，他天天不离吗？他天天要看吗？天天要学吗？啊，不知不觉他就变成这个电视网络里面这一类的人一样吗？啊，那么这一生所学习的，啊，所造作的，带到来一生，啊，来一生的果报啊，这一生学善，来生享福。啊，是个有福报的人，这一生不善，来生没福。啊，要受苦受难，带到来生去了。生生世世啊，啊，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？是生生世世向上提升，这是真的，这对了。啊，如果缘不好啊，没有遇到这个殊胜的缘呢、啊？啊，那么生生世世就往下降啊，一世不如一世啊，那就很可怜，很可悲了。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的，总想帮助你提升，可是你得要听话了。啊，那就是你有尽有离。啊，内里面有尽，外里头有离，你就能遇到善缘。啊，我23岁到台湾，啊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善念。不为自己啊，我为众生啊！啊，所以我遇到善知识啊，啊，放老师在学校，学生多少？啊，张家大师是大德，信徒有多少？啊，李老师虽然没出家。居士当中的维摩，台中莲社的莲友50多万人呐、啊！啊，这是导师啊！认识他的人、亲近他的人有多少？啊，成就的没几个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在这个地方里，尽力，就这两个字。我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，31岁，啊，正好那个时候，他在台中开了一个经学班，啊，训练年轻人讲经，啊，我
当中碰到了，他劝我参加这个班去学习，我没这个胆子，说讲经太难了，那哪里是我们能学的？心里想那都是再来人啊，我们自卑心很重啊，不敢起这个念头。他就改了口气，说我们今天上课，你去看看，看看可以，跟着老师去看看，老师在教学，坐最后一排，看看。这堂课看完之后，回来我就跟老师说，我说我可以参加。这一看呢，这些同学比我好的没几个，五个都找不到，有那么两三个，其他的都跟我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我。你看那个时候我们标准的那是菩萨实现的临看智居士，年龄60岁，我那时候他大我30岁啊。他在学啊，程度小学毕业啊，我想我初中毕业了，比他高得多了。他小学毕业60岁，我初中毕业30岁，他能学，我怎么不能学？一看到他，信心就起来了。我要不看到，你看这不敢发心，看到他我心就发起来了，信心就起来了，就参加学习，在台中住1年3个月，住15个月，我学了13部经，学的都很像样子，13部经能上台宣讲，能在佛学院开课，所以33岁我出家了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凭什么教啊？在台中学了13部经，一个学期教1部，佛学院3年毕业才教6部，你看我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。所以在台中真正体会到老师私塾教学的方法，教之道贵以专啊。这亲身体会的。学小部经一个月学一部啊。都是讲经不难啊。学了13部经，也教了佛学院了，也在外面讲经了，听众还不少，赞叹的还很多，自己想想还不行，学的太少了，所以再回到台中去跟老师说，就学一部大经，就学的都太短了，我学跟他学的最大的金刚经、普贤菩萨行愿品，这是2部比较大的。那个时候我想的时候呢，法华经就不错了。带了一些法华经的注解，不大的注解，带在台中，跟老师学法华经。老师看到我回去很欢喜，他说好。他说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，楞严经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，10卷了。他说你就跟着学楞严好了。
他说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再跟你讲讲法话。哎，我说那也好。啊，临时再找楞严经的注解。啊，不到半年，我就收集到20种不同的著述，很好的参考资料，而且都是现装书，这佛菩萨加持。啊，大概1年半的时间。啊，老师这一部楞严经讲完了。啊，我记得是讲了140多个小时。啊，我也学讲了一遍。啊，老师星期三讲经，公开对外。我星期四复讲，晚上复讲，把老师昨天讲的经重复讲一遍，所以他讲一遍，我也讲一遍。啊，所以以后出去讲楞严经有把握，我讲过一遍了。啊，正式出来讲楞严经的时候。是多少年呢？1977年。啊，第一次到香港，30年前。啊，讲了眼睛，讲了4个月。啊，每一天晚上讲就是1个半小时。啊，2个小时，最初2个月有翻译，广东话翻译，后面2个月不要翻译了，他们都能听得懂我说话了，我也能听得懂他的，我们各讲各的都能表达意思，啊，所以4个月了，华严经这楞严没讲完，讲了一半，签证期间到了。就回到香港，啊，所以楞严经在那个时候在台湾各地方宣讲，好像总共讲过7遍，啊，只有2遍讲圆满，其他的都没讲的圆满，啊，讲一半就停下来了，啊，这个就是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。这个弟子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啊，这个到处讲了几年之后啊，所以说学而后知不足啊，啊，回到老师那就不行啊，还要想多学一点呢、啊，啊，正好我们一班同学。提倡了，哎，请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这个好事情。那动机是什么呢？动机是希望老师能够多住几年，多住世几年。经不讲完嘛，总不好意思走嘛。所以选一部大经给他讲。啊，我们8个人签名齐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啊，请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老师也答应了。啊，我有一部现装书《华严经疏钞》40册，送给老师做参考。啊，那老师讲了一半了，啊，他就走了。啊，这走得很意外。啊，他是食物中毒。这是他离开主要的原因，所以我每一次去看他，他就告诉我吃东西要小心，啊，一再嘱咐不要到馆子吃东西，
啊，所以我也就确实很少到馆子吃。啊，除非有这些信徒们邀请，这不好意思就应酬一下。啊，吃东西总是很小心，很谨慎。那么这是礼敬的重要啊！啊，确实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最早，我在民国60年，啊，第一次开始讲《华严经》。我记得好像讲了17年，讲一半，80讲了一半，40也讲一半，这两部是同时讲的，一个星期3次，啊，2次80华严，1次40华严，啊，因为这段时间当中常常出国，啊，一出国经就要停下来。回来之后再续讲，啊，在那几年当中，大概是1半多的时间在国外，啊，所以这部大经呢没完成。到李老师往生之后，我就想到，他给我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那旁边呢是他老人家住的，自己亲笔毛笔写的字。啊，我就想到这个本子应当把它印出来流通，我们纪念老师。啊，所以第一次就印了10000册。啊，那时候我在美国，许许多多同学看到这个本子之后，生欢喜心，来找我讲。啊，所以我第一遍《无量寿经》是在美国加州讲的。啊，讲完了，讲圆满。以后在各地，我记得好像一共是讲过10遍。啊，在新加坡也讲过1遍。啊，新加坡就有录像。啊，我记得好像是60多个小时。啊，一个月讲完，一天2个小时。啊，那么这一套录像带很快就流通出去了。啊，东南亚一带各地方都有。啊，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学写成讲记，也是根据新加坡那一次所讲的。啊，以后越讲越精彩，啊，越讲呢，看到这个经里面内容啊，太丰富了，啊，所以才体会到啊，古人讲的“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”，有道理呀，啊，啊，经书啊，你读起来遍遍不相同啊，遍遍意思不一样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我们自己礼敬的心呢越来越沉，你就发现这个意思就越来越广，越来越深，哎，才知道这个法味无穷啊！
华严经学到一段时期之后明白了。华严经是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一部经就是一切经，无论大小。所以说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啊。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通的意思是见性。就是此地讲的，若无相定，见诸法即见，就通了。然后就法法都通了，你所没有学过的经典展开也通了，障碍就没有了。你要没有入平等呢，你就不通，入平等就通了。这个平等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通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所以要学，要真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学佛。诸佛如来在这些思想当中见诸相嘛，这个诸法，诸法就是一些相。法相他们都没有执着，都没有分别，都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们住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完全是通达的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所以你入到一，你样样都通了这个道理我们用个比喻来形容它，就像一个球一样，圆的球，球的表面上无数的点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法门，法门无量佛告诉我们，法门同是平等的。那为什么是平等的呢？那个点如果是使用直线深入，一定到圆心像圆一样，它是直觉下来的时候，它一定达到圆心。圆心是什么呢？圆心就是极尽。到达圆心的时候这整个圆一切点它都通了。就这么个道理。那当中是法性就见性了。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见性了。妙极了，真的，我们相信了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《十善业道经》跟《大方广佛化言》平不平等？平等。跟《六本愿般若》平不平等？平等。跟《法华》平等，跟《涅槃》平等，跟什么都平等。再跟你说，那其他基督教神仙就又平不平等？平等。古兰经平不平等？没有一法不平等。你只要深入，深入到中心就平等。你没有达到中心呢，不平等。达到中心就平等。见心吧。怎样才能达到中心呢？必须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就达到了。无论哪一法，不管哪个宗教，不管是法出是法，通通一样。
真妙啊！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离开心想没有一切法了。心想是能生的，一切法是所生的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啊，妙绝了！啊，就这种哲理，方老师讲啊，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！啊，只有佛法里面才讲到啊。真平等，啊，这平等是真理，是真理，是永恒的，不平等是假的，都是暂时的，啊，为什么？他迷失了，就迷失了中心，他这条线迷失了，到处走乱走，变迷失了，他找不到中心，总有一天会找到。那所以什么时候他那个弯路啊，在变成直路的时候他就找到了。啊，别走弯路。啊，所以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永远要离开唯趣相，执心是道场啊。啊，有执着就是弯曲的。有分别是弯曲的，起心动念也不是直心啊！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，讲的这么明白啊！所以这个静跟理啊，内静外面的理，理不能失。啊，只要内心静，外面表现出来自然就是理。啊，离境无所观，无所观是化身菩萨，他在一切境界里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叫无所观。啊，不是他不观，他真的在关照，关照一切法。那像般若经上讲，啊，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用般若经来解释这两句话：见诸法即灭，常如平等。这就是无所观了，这是经的四句偈。下面大师给我们解释，说此乃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中，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。我们不在外呀，我们也是这样的呀。啊，本来都在如来境界中，如来是自信，没有离开自信啊。啊，好像我们现在，看这个电视屏幕、电影屏幕，所有的现象没有离开屏幕。屏幕就是自性，屏幕就是如来境界，没离开 啊，在这个里面现象呢不可得，这个一定你要知道，这现象能得到吗？得不到啊！我们今天现在有身相，一定要常常这样常坐如是观，我这身体我能得到吗？
晚上睡觉睡熟了，人把你抬走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能得到？得不到啊！这个东西我的时候睡着了，哪一样东西你？用不着手机啊，全是假的啊。那么你再看看我们这一次南部灾难，你看这个台风的风灾啊，多少人家房子整个淹没掉了啊，人也淹死了啊，少数幸运的逃出来一条命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刹那之间啊，什么都是自己的，没有啊。你通通看清楚了，你就放下了，放下的大自在 那放下之后，这生活怎么办呢？多少人在忧虑了？明白人用处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命里不该饿死的，到时候有东西吃。命里都该饿死的。吃的东西堆成山，你还是会不会饿死？就不用忧虑啊！那学佛的人最好，心里面一句佛号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求生净土啊，清净弥陀，圆满道业。我到极乐世界干嘛？求学去的呀。那是大宇宙里面最好的一个老师啊，我就亲近他了。对，真的没得吃没得穿，饿上几天不就往生了吗？不要去找啊！命不该绝，自然有人动手给你吃。何必忧虑？心永远保持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清净心跟佛相应，那个胡思乱想啊，是跟这些妖魔鬼怪相应，错了。别想念佛好啊！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心是定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这一生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一切中没有离开自信，自信就是如来境界，都在自信当中的，如你到哪里入，你都在里头，这个入是什么？你忽然觉悟。与性德完全相应了，所以你莫如没有如是什么回事情呢？你迷失了自信。你不知道这些万事万物是自信变现，你不晓得事实真相啊。一心就追逐万物，万物刹那生灭，永远追逐不到。看看好像到手了，生命没有了，真像做一场梦一样。生命没有了啊，灵魂不灭啊。还在打妄想，还在追逐，又去投胎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你说这多苦啊！这个事情多可怕了！你不遇到佛法，你回不了头。只有遇到佛法的人，才会觉悟，才会回头。
那么闻道佛法的人为什么很多还不觉悟，还不能回头？他闻的法的力量很薄弱，他不起作用。凡是能起作用的，我们就肯定他绝不是这一生才闻佛法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至少啊也有十世累积的这种就熏习熏习这个种子，它才会起作用。他一接触就生欢喜。他不反对。他就能接受。一听他能懂。懂了之后他真肯干，这人善根成熟了。这一生当中成就了。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。永远脱离十法界。他肯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这个太难得太难得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珍惜，遇到佛法能信能解。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土，嗨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呐。怎么这么多好事被你碰上了？他珍惜。最重要是放下万缘，我再不干，六道轮回了。要下定这个决心，他就出去了。如果对六道还留念，那你还得要去打几圈。那很辛苦啊。真正明白觉悟了，不干，我这一生就出去了。从今之后我就一条路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真能行吗？真能。为什么偶益大师讲的？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在信愿。只有你真心真愿意去，你就决定着去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记住，前身不是说多少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轻视初学的人。他到老年才学佛了。十念一念。他往生品位很高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念的功夫深。什么叫深？他没有夹杂。他心真心纯。一生念佛念了几十年，心里妄念很多，牵挂很多，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。比不上那个人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然后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于自己往生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这是往生净土真正的保证呐！欧益大师这两句话讲得好。印光大师非常赞叹。说他这两句话是在那个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讲的。要解注得简单，文字不多。印祖对于这个小册子曾经这样说过，即使是古佛再来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种赞叹，赞叹绝了。我在新加坡讲经，演培法师知道我在新加坡了，难得他到飞机上去接我请我吃饭。还问过我这句话，
他说印光法师讲这话有没有过分啊？我告诉他，印光法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。他讲的是恰到好处啊，真的是这样的啊。印光法师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暴露啊，他是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对这个赞叹，那你就想藕益大师是什么人呢？那不是阿弥陀佛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，身份没暴露啊，不是这样高位的大神说不出来。这中国人有福啊，莲池是第八代祖师，欧耶是第九代，欧耶大师学莲池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，所以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，没见过面啊，他是莲池大师的学生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。我们现在看到莲池大师全集啊，他就依照莲池大师全集去学习修行，他成就了啊，这个是事出事法里的典型啊，在事法里面孔子跟孟子啊，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啊，孟夫子学孔子，读孔子的书，有不懂的地方问夫子的学生他学得好，变成孔子的继承人。孔子是至圣，孟子是亚圣。你看孔子当时在世的时候教的那些学生啊，72贤都比不上孟子啊，那是亲自受孔夫子的教诲的，这个不是亲自见面，读他的书。为什么有这么成就？尽力啊！印光大师讲的沉浸超过那些学生，所以他的成就就超过，没有别的啊，真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力，不一定要在当面呢，啊，不当面，啊，你居住了十分沉浸，你今天读他的书，十分沉浸，你能记住，你能理解，你能依教奉行，认真去做，就超越。啊，孟子超越了孔子所有的弟子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有人跟夫子学习，能不能超过从前那一些72贤？比如说能，决定能。那为什么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？他怎么不能超越呢？啊，
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见？啊，什么要叫做听见？我们从最浅的地方来说，不要说太深，太深做不到。人要有自私自利，就不成不净。人要有是非人我，人要有名闻利养，人要有贪嗔痴慢，就不成就了，成就就没有了。啊，我常常啊，这是几十年了，常常劝同学啊，我就能16个字，四四也是六。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具足成净，啊，心诚，表现在外面自然离境，啊，不必学，它自然表现出来，啊，诚于中而行于外啊，有这16个字就不行了，什么世间标准？最低的标准不高。啊，我告诉同学，我一生的成就就是就得力于这个标准。啊，没入佛门。入佛门是比这个要高一层，高一层我做不到，到现在都还没做到。啊，高一层是什么呢？五种见惑断了。那就高了，就我说我教的这16个字是到佛的门口没进去，就差一步啊。如果再提升一步的时候，把见惑断的时候就入门了啊。见惑里面五种，第一个身见，不再执着身是我了，这个道理我很懂，我明白。但是还是没放下了，身没放，身见没放下，没破啊！啊，边见没破啊，边见是对立了，是很淡薄了。啊，没把它断干净。成见啊，戒取戒，戒取戒，这两种的成见，自以为是啊，戒取戒是果上的成见，戒取戒是因上的成见，这谈因果。最后一个是邪见，一切错误的知见，这个通通断尽了。在小乘证须陀洹果，在大乘华严经里面初信位的菩萨的圣人啊，虽然还没有脱离六道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为什么？三恶道的那个业因呢，他不会做了，他不造这个恶因，他就不会有果报啊！啊，这才算入门啊！《华严经》里面初信位的菩萨，你说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不真干，那怎么行？那怎么能相应？啊！可是我们今天想，我们这一生决定的成就，啊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净土法门，修别的法门不行，啊，修别的法门不能待业，
你呀，通通把它断干净。啊，但是净土法门待业往生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断也行。啊，心要发得大，大就跟菩提心相应。啊，《华严经》，你看，这个听众，我经常说的十种，最后一种啊叫大心凡夫，他真正当机的是化身大士啊，十法界的人没资格啊，可是我们人间。大型凡夫啊，也可以参与这个法会啊。大型什么？不为自己啊，念念都能想到六道苦难众生，要帮助他，要度脱他啊。三恶道的苦难，你能够体会到；人间的苦难。就比较差一点，那在天上天人不落，天哪有苦啊？天有坏苦，天有行苦啊！欲界天三种苦都有，比我们轻一点啊。虽然轻一点，在他那个境界里头，也觉得苦不堪言。四禅、色界，那欲界的苦没有了，他有坏苦，啊，寿命到了，他还是要死，还是搞轮回呀、啊，他没有到不生不灭，啊，到无色界，非想非非想诸天，啊，坏苦没有。他没有这个色身，那叫灵界啊，完全是灵界，在我们六道人那是高级凡夫啊，聪明呐、啊，他不要身体啊，就像中国老子讲的啊，老子也是2500多年啊，跟孔子同时代，比孔子年岁大。啊，老子说了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我有最大的忧患。这个忧患是什么？我有个身体，那么有身体多好啊，多自在啊！无色界天，这个境界是无色界天。啊，那么老子死了之后，是不是到无色界天？很有可能。”那不要身体嘛，就到无色界天去了。啊，虽到无色界天呢，他还是迷失了自信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所以你就想到，这一生能遇到净土，那是多么幸运。啊，不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想超越六道，那太难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要把见思烦恼统统断掉。我们刚才讲了五种见惑，那是须陀洹。啊，再往上修，啊，要把三界81品思惑断掉，这个太难了。那这个东西断掉之后，六道就没有。所以这是六道的因呢，因没有了，果就不会现前，那就等于说你醒过来了，做梦醒过来，梦境没有了。那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四圣法界，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现前。那醒过来了，那什么还是在梦中？所以六道是梦中梦啊。
个梦醒过来还在做梦啊，那个梦是死生法界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分别起心动念。分别起心动念断了，十法界没有，算是你醒过来了，真的醒过来了啊。现在是什么境界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这个土里这个世界的真的没有生灭了啊，真的是不生不灭啊，真的是极乐世界了啊。这个里面的人都在修行啊，修什么呢？啊，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说，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，那人民要改革，为众生服务，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。服务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所以服务时他有没有苦乐的感受？没有。清净心啊，完全清净啊。那就是完全觉悟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就是他所证的啊！十法界一真庄严跟自己一体啊！所以他那个服务啊，没有我们现在讲，哎呀，我为你服务啊，我说啥，他没有这个念头啊，啊！好比我们这个左手这里啊有一点痒，右手就给他扫扫，右手有没有说我给你服务啊？没有，一体。啊，十法界里面众生，六道众生呢是属于病态。啊，我身体局部生病了，我这里好好的帮助他，让他赶快恢复。就这个意思啊，所以真的发生。什么是发生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，这叫发生啊。什么时候你肯定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？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，你就真的清净发生啊。发生为什么讲个清净？因为那些现象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幻象有没有染污心性呢？没有。有没有染污幻象呢？没有。幻不染幻。哎，你在一切境界下看到清净相了。你在动中当中看到不动了。就好像放电影里你看到底片了。你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不再起心动念，不再造业了。啊，应化在世间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谢谢。啊，所以入出是一个代名词。啊，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，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两个哦，出入是两桩事情，出入是一桩事情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根本就没有出入，你从来没有出。你入什么？就像那个电视里面，你从来就没有离开屏幕，你哪来的出入？
那个电影里面门面这里有一道门，你看那个人从门里进来了，又从门里出去了，又没出入。你要是个明白人，没出入，为什么呢？出入没有离开一目，哪来的出入？佛告诉我，你们这个在十法界也好，在六道也好，出入从来没有离开自性，自性就是一目。所以出入啊是假象啊，是你的误会这个产生。你要是真的觉悟明白了，知道没有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